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佛学赞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天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这个前半部啊，第一集到第五十集，已经累积很多呢，到我们同一宫来。刚才佛学一看，哇，好像全部都在呢，都没拿。因为前半部就是正修，那我们后半部呢都是助缘，帮助我们修道的因缘。那假如说努力要修的话，前半部很重要，那个是正修，从我们身心里面来修持的，一定呢都要透彻了解。那后半部这个助缘部分呢，我们知道看过啊就可以，不像前半部呢那么重要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熟悉，然后要会做，所以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性质。所以有时候啊，或者在讲的时候不详加解说啊，那个都知道就好。那详加解说的部分呢，就是很重要，一定要透彻了解。那我们呢讲到180页，那我们从这个179的后面再看过来，把那个上个礼拜讲的这个比较这个重要的部分我们再稍微的再回忆一下。从那个侯眼佛释迦牟尼佛讲，阿难当知啊，妙性圆满哦。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稍微再回忆一下，找到了没？找到了。那个妙性圆满呐，就是讲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那个妙性圆满，离诸名相，离开所有的名，所有的相，我们的佛性本体的没有名也没有相，它本来也没有世界，也没有众生，全部都没有，就是只有佛性本体不生不灭如如不动不管是10000年前或者到10000年后都一样存在所以这个呢就把那个重要的那个点出来。所以啊，我们了解到啊，原来我们的佛性圆满，本来就圆满。那么因妄，因为我们妄才有生，因为有生才有灭。那么有生灭这个名，所有一切都叫妄全部都是妄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么灭妄，我们把妄灭叫做真，名称呢叫做真这个时候呢怎么称呼呢？就称呼如来灭妄名真，是称如来称呢无上菩提以及大涅槃。所以我们了解说涅槃就是不生不灭，那么加一个大它是超出生死，因为呢涅槃跟生死相对都是呢空中的花，可是加一个大涅槃，它已经超出所有对待就是真正的到达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不生不灭的那个状态那么二转一号就是两个会转这个无上 菩提，我们就是了解我们呢在凡尘就是烦恼生死，所以那个无上菩提，菩提涅槃跟呢生死烦恼，它是两个转一号。我们在凡尘生死，我们可以转到涅槃会不会转？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生活之中
所有的一切啊都是生灭，它都是烦恼。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有智慧，我们把那个烦恼以及生死它的来源我们了解，那了解用智慧来了解以后，我们把它转到涅槃，转到菩提，那这样烦恼没有，生死没有，就是涅槃，就是菩提，这样两个转。各位会不会转呢？先在我们这个心理上能够知道，那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就能够去做。那我们能够做了以后离开烦恼等于就离开苦恼的世界，苦恼就消失了，都这个菩提跟涅槃，所以这两个转，所以无上菩提佛的智果来转这个烦恼而成的。那么大涅槃呢，佛的断果就是断掉所有的烦恼那个断转生死，我们把生死断了就得到这个大涅槃，生死没有了就是涅槃不生不灭，加一个大就超出那个对待的那个现象。所以我们了解这两个就是互相转烦恼生死菩提涅槃众生跟佛迷跟悟这个辗转相依两种名号两种呢都是辗转相依有烦恼就有生死，然后我们把那个烦恼转过来，为什么有烦恼？是我们佛性呢生发的，我们佛性呢生发烦恼所以我们把它呢转过来能够生出烦恼，就能够呢生出菩提，那个生发的本身就是菩提所以我们不要呢进入我们起心动念烦恼的内容，不要进入就是已经在菩提之中，他已经呢进入菩提我们生死就已经脱离了进入佛性不生不灭的那个本体那我们不知道有烦恼生死就是众生，我们已经知道菩提涅槃就是佛所以迷悟众生跟佛菩提跟涅槃都是辗转相依两个名号相依。那么灰呢实有体性即所谓的涅槃生死菩提烦恼就是空中的花都是假的啦不真，我们落入凡尘呢我们才要用一脱离了进入佛性本体这一些都不用。所以佛就跟阿难讲说，如今欲修真三摩地要呢真正的到达真正定，三摩地就是正定我们了解这个三昧三昧是正定，然后它分在我们修道的阶段，第一个就是奢摩他，第二个呢就是三摩地，第三个呢就是禅那。那翻译成中文不管是奢摩他、三摩地，或是禅那，或是三昧，都叫正定正定有定力了。可是它的内容奢摩他着重在领悟真理，我们领悟圆融的真理。然后三摩地呢，着重在实践、实际的修持。叫三摩地，然后已经有功效呈现了，叫做禅那。所以虽然翻译成中文全部都叫正定，可是内容不太一样。那我们看这边呢是讲三摩地，就实践实际的在做在修。那么直意如来大涅槃者，直意就直接到达。我们呢要修三摩地正定，直接到达如来的大涅槃到如来不生不灭的那个状态先当视此众生世界，
我们呢要先呢认识啊，我们这个众生世界二颠倒因啊，我们落入这个凡尘，哦，有两个颠倒的因。假如说颠倒不生呐，哦，不生颠倒的话，施则如来啊真三摩地，哦，不颠倒啊，就真正的如来的正定，哦，所以这一段呢，哦，就是要认识众生颠倒跟呢世界啊颠倒这两个，哦，二颠倒之因。假如说我们呐，啊，一念不生，即啊颠倒不生。哦啊，颠倒不生呢，这样就是如来的真三摩地。哦，另外来讲就是啊，狂心若歇啊，歇即菩提。哦，我们的妄心呐，啊，假如说让它都已经哦啊休息了，歇啊就是休息，妄心都休息了，哦，那已经呐，啊，就到达哦菩提的状态。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开始一直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呢，它的功效就这么殊胜，就可以啊，已经到达如来的正定，已经到我们佛性的本体。那么阿难，云何名为啊众生颠倒？众生为什么颠倒？所以底下呢，佛就详细解说，说阿难由性明心呐，啊。性名缘故啊，因名发性，哦，性妄啊见生，从毕竟无成究竟有，哦，从这个毕竟没有的已经啊成究竟已经有，哦，这一段呢就是啊啊真如水染言，哦，从真起妄，我们从真呐，啊，哦，从佛性本体，然后已经起妄。已经不真了，哦，由性觉妙明的真心，哦，所以呢，哦，由性明心，性觉妙明的真心，哦，性本自明，哦啊，自圆，哦，圆照啊法界，我们的性啊，哦，本来自己啊就很光明，又呢，哦，能够圆照啊法界。法界啊，就是虚空界，整个虚空呢都叫法界。哦，我们的性啊，本来哦，它自己啊就发出光明，能够啊哦圆照整个虚空法界。那么因为啊妄，哦，因为我们呢哦加明啊，要在我们的佛性本体上要加入光明。我们说啊，佛性不明的要呢加入光明啊，这一加。就变作妄，哦，就不真了，也就是我们呐，啊，哦，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呐，啊，就变成啊从真起妄，这样了解吗？我们的起头来源就是啊，哦，这个从真起妄啊，一念妄动，所以我们现在哈，哦，要回归啊到我们佛性的本来。就是一念不生，这样才可以回归到我们的本来。那假如说我们在凡尘一直做功夫啊，都是从身体上来做功夫，我们的身体啊是从妄然后才落入凡尘，所以整个都是妄。我们在妄的里面啊，再怎么找都是妄，所以我们说哦，来内观中心。各位前贤，我们的身已经妄了，我们来内观我们的哦那个身心啊，会不会真？会不会真？所以我们就了解哈，你越观就越妄。知道意思吗？还要哦，一段时间呢，哦，一个礼拜或是十天，哦，或是一个月，然后来内观中心，一直观一直观，能够观到真吗？能不能够？所以哦，我们的真哦修的方法很简单，很扼要。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全部都是真。要不要再内观？
你越观就越旺了啊，你一观哦，一定会有状况，你会看到什么，会知觉什么，一定有啊。这样的话哦，各位先生，越走越偏，所以毫厘有差，天地玄隔，你差了一点点，已经天跟地的差别很远，所以一定要从源头啊，哦，我们从源头认识，然后来做来修，身体都已经忘了，你再一直内观内观，它会变真吗？不会，所以要万缘放下，它已经脱离我们身心，已经不在妄的上面做功夫，这样才能够进入真啊，这样了解吗？所以你不要说哦，内观中心哦，那个机会很难得，赶快还有一个名额你可以参加哦，你觉得哦很了不起，会起不了了。所以一定要知道真，真不是很困难哦，我们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真就呈现了，困不困难？人不爱饮了，很困难吗？我们在四十三篇的时候不是一直讲念佛圆通吗？那个内容啊，就是我们万缘放下的内容，要怎么样来做万缘放下，就是那个你全部啊什么都没有，都是空，一点点小念细念都没有，全部都空，一无所有，那个叫万缘放下所以那个念佛圆通啊，就已经念到我们自性佛都呈现了，就是那个没有神秘了很光明正大，而且啊很容易做，对不对？容不容易做？最起码各位前贤，晚上睡觉你说万缘放下，很快就睡着了。翻来覆去的话，你就是万缘放不下，对不对？你万缘放下，放下，放下，睡着了，然后明天清醒的时候，精神很饱满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呢，就是要走入真理万缘都放下了。没有了，身心没有挂碍了，睡着了，精神饱满了，醒过来了，又可以应对一天，事来则应，事去则静，一点也不造业，所以一定要研究了，研究就会知道啊，对不对？一定的要自己努力。这个不会说明天睡觉醒过来就全部天上掉下来了都有了，没那么好啦要自己做要了解一定要了解，我们认知了我们才可以去行动，行动了就可以到达。所以因为因妄加名，就是我们起心动念所以之前我们不是一直在讲一念无名就生三系，有没有？那个就是由真起妄，一点点而已差别一点点为什么要起念？没有原因我们以现在的状况来说都吃饱太闲所以就起念了。那么以觉体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觉体之上虽发生业事之性，已经我们的不生不灭本性变成业事之性。那么业事之性呢，由无明力转本有之智光，无明，无明就是不觉我们不觉才会起心动念，
哦，所以那个起心动念、啊、就是无明、啊、因为有无明，我们转、哦、把呢我们本来的般若本来的智慧之光转为、啊、能见之见、啊、我们都、哦、众生落入凡尘，有形象有身体，就要能见。那既然有能见、啊、就有所见，对不对？啊，有能见有所见啊，能所鲜明，就是啊生灭，就已经啊对待。所以啊，我们本来不生不灭，哦，到这个地方已经转成啊微细的生灭已经来了，哦，啊，我们都以为哦自己很聪明，哦，有能见的，不是那个懵懵懂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修回到、哦、一念不生的时候、啊、那个就是懵懵懂懂，可是那个不是、哦、什么都不知道的啦，而是说本体状态、啊哦、在还没有落入现象之前、哦、那个样子。那落入现象以后、啊、它可以、啊哦、照然无惑，照然悠然，没有迷惑、哦、整个很清晰，了了分明。可是他本身呢都不投入参与，这样了解吗、哦、就是那一种状态。嘿，所以我们、哦、有能见之见、啊、就有所见。那么这个所见既然已经妄力、哦、就生、啊、我们妄能，有能所、哦、所以已经、啊、就产生了、哦、即转向、哦、就已经转了、哦、我们有业相，然后就有转向，转向以后啊，从毕竟无啊、哦、成究竟有、哦、毕竟无啊，我们佛性本体之中啊，毕竟什么都没有、哦、只有我们佛性本体的状态。可是啊，我们落入现象啊，就请究竟有，有了啦，已经究竟有、哦、所以从毕竟啊无明无相之中啊，转成有相之境界，已经转成啊、哦、有相的境界、哦哦、即有、哦、说依能见啊，故境界啊、哦、妄现。那么此妄想唯以一念无明啊，虚妄而有，就是一念、哦、我们一念无明、哦、虚妄不实在的，然后产生了、哦、有业相，有转向，然后就有现象，这样了解吗？嘿，所以、哦、这一段、啊、我们详细、哦、了解，就是我们落入凡尘的状态。那么此有所有、哦、这个有我们就是了解的、哦、就是能有之无明、啊、就是此有。那么所有、啊、就是业相转向跟现象，就所有、哦、所以此有，这个有就是无明、哦、此有然后所有，以及呢有业相转向现象。那么非因啊、哦、所因、哦、这个因啊就是依、哦、依赖什么、哦、那么无明啊为能、哦、有，事是所依啊，好像也是所依，以能为、哦、这个三系啊，业相转向现象之相呢所依、哦、所以三系之相啊为所有哦，事事啊能依，那么依哦，以依无明有，那么其实无明啊，非真呢哦，所依，那么知相呢为真呢能依哦，所以讲非因所因呐、啊、哦，非因本来不是哦，以它当原因呐、啊，可是已经形成，哎，就是当原因了以后啊，哦就有所因。哦、因为、啊、无明、啊、没有本体，无明没有自体、啊哦、他无明没有体，
那么自守自相啊，以众生呢为能助，无明呢为所助。我们众生啊，有不觉，就是有无明，所以无明啊为能助，能助在无明，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无明已经啊，我们都好像很亲切啊，跟他在一起，那么既守住之无明啊，本来就是空，而能住之众生啊，其实有哉？无明本空，能住的众生哪会实在有？所以就讲了无根本，那自守自相呢？了无根本，本来就没有此智啦，本来就没有，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本来没有，乘上呢众生世界啊，即同一个虚妄，世界也不真，众生也不真，则唯有我们实在真正的有的，就是性觉妙明，那个真心，这个是实在有，亿万年前在，亿万年后也在，就只有这个，此心呢为无住本，无住，应无所住啊，而生其心啊，就是这个心，就是性觉妙明的真心，所以无所住，我们无所住了就正确了。可是我们现在啊无所住蒙蒙飘飘就不知道啊要依赖什么，不知道呢，这个无所住啊才是我们佛性本体宽广很宽广的状态。假如说一有所住啊我们把它缩小范围了有所住啊有地方所在。那无所住啊就已经很宽广，整个虚空整个法界全部都是很宽广那么不但呢为众生之本山河大地啊之世界依之啊而得建立就是依啊我们性觉妙明的真心，然后才建立啊山河大地。那么此段呢为名众生颠倒，那么世界两个字啊是顺便代言，就顺便讲出来。那么迷本原名是生呢虚妄妄性啊无体非有所依啊这个妄月妄啊我们那个一念妄动的妄那个业一念呢就是已经形成业不能亏妄业啊不能亏，叫做本源妄惑，我们迷惑不能蒙蔽啊，叫做本明圆明所以这两个啊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了解啊迷，我们迷灭了本圆明，本来啊圆满光明的佛性本体，我们已经迷灭迷本圆明。那么此本圆明啊即不变之性体这个圆明啊是我们不生不灭啊那个常住不迁如如不动的佛性本体。那么众生呢迷此啊不变之性体，我们已经迷灭了这个不变的性体啊我们不认识了，然后生呢虚妄之染业一念妄动啊那个是妄，已经染了，染了这个有形象的业，业的因啊已经形成。而穷追呢妄性啊无体，我们要来追啊这个妄性，它到底哪里来的，它没有原因，没有本体，意啊无依据这个妄啊没有依据啦，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在生活之中啊一切不实在的它追究到底啊都是假的，都不真。那么总言啊真不变啊而妄啊本空真的它不会变，那妄呢本来就空，本来就没有，可是我们现在呢真啊不认识，而妄呢我们把它认为实在都呈现，所以啊都认妄
为真，叫迷惑，叫众生颠倒、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啊、一定要认真。我们都一直从小就在讲你要认真哦，你要认真哦。我们什么时候认真啊？各位先生，我们什么时候认真？是不是都认假？认假比较多了哦，99.9%、哦、都是假，我们都认假哦。认真啊，只会口头上说你要认真，你要认真，叫小孩子你要认真，我们大人都认假，小孩子哪会真啊？哦，可是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哎，他不知道凡尘的这一些染感染，凡尘的哦那个迷惑，所以小孩子啊最天真。哦，那个时候倒不用你讲要认真，他就已经很真了。只是啊，越长大以后，大人一直教哦，这个凡尘啊坏人很多，你不要跟陌生人哦打交道。糟糕了，他把所有人都当成敌人，这样才慢慢的丧失本来丧失了。所以、啊、我们要学这个真的要婴儿行、啊、能够学到婴儿、啊、我们都回到本来都没有这一些妄都没有。我们长得越大，那个妄、啊、就越坚固，坚不坚固？很坚固、啊、所以我们都、哦、认假为真才叫颠倒、哦、那么妄既然本来空、哦、则无妄、啊、可离，所以妄本来就空、啊、没有妄可以离。那么真呢，既然不变，则无真、啊、可护，没有真可以恢复。哦，这个都从真理的角度来讲，妄本来空，所以啊不用离妄啊，真本来就有也不变，说没有真啊可以恢复，了解这个意思吗？对。哎，可是我们现在哦都已经哦迷得蛮厉害了哦，所以真的妄啊，哎要努力的离哦，真的要努力的恢复，对不对？懂意思吗？那么圆顿、啊、修者就是啊圆满啊，能够顿悟从凡夫地啊到佛地，哦圆满顿悟的修道的人，但知啊真的不变，达妄本空，这样就足够了啦。哦，所以各位亲友就要了解到真不变，妄本空。这样就够了啦，哦，这样真久了，每礼拜都来坐两点钟，哦，可是你没来坐又不知道，哦，还是要来坐才会知道真不变，妄本空，哦，真不变呢，则不需要恢复，妄本空呢，哦，则不需要离，哦，好像圆觉经呢，哦，就有记载。知幻即离，你知道幻、啊、就已经离开了。那么离幻、啊、即觉，离开幻呢就已经、啊、是佛性本体了、哦、所以一念回光、啊、变同本德，只要我们回光、哦、把我们的佛性本体、啊、注意力、啊、都回来，这样呢、哦、就已经呢跟呢佛菩萨所得到最高的、哦、成就一样、哦、不困难。将欲护真呢？哈，欲真已恢，真真如性。所以啊，我们说哦，要呢，要赶快啊，恢复真的。所以啊，这个要恢复真的，已经不是啊，我们的真真如性。恢真求复啊，晚成灰相。哦，已经不真了，我们一直要恢复，这样就变成假。所以啊，一真之性啊，哦，不容起见。哦，我们来、啊。这个不生不灭佛性里面、啊哦、这个本体之中不容许，不允许啦，不容就是不允许我们呢起见起心动念、哦、我们的佛性本体、啊、不允许我们呢起心动念，起心即错，动念即乖，
哦，所以我们只要一起心了，哦，就错了，哦，一动念啊，就乖，就不对了，不正确了，哦，由欲啊复真，以非真真如性，哦，我们由愿望啊要恢复到真，这个真就已经不是了，不是我们本来，哦，如前面有讲，菩提心生啊，哦，生灭心灭，此亦生灭。哦，我们菩提的心生出来了，然后我们生灭的心灭掉了，那佛讲这个也是生灭，哦，也不真，哦，所以啊，哦，非真已经不真，然后非真我们要求复，就是啊要恢复，哦，非真呢就是生灭的妄心，以生灭之心啊求复呢真常之性，哦，则真常啊亦成生灭，了解意思吗？哦，这个比较微细的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哦，都是啊生灭心，所以啊我们进入内观啊，哦，要关照自己的内心，看看有什么过错啊，这个就是啊生灭心，然后要求恢复到不生灭本性，可以到达吗？已经啊根源错了，是不是很微细？那我们啊，哦，一进入那个名称啊，哦，内观中心好像很了不起啊，所以，哦，经文就记载晚成灰相，哦，灰相啊就是妄，已经就是妄了，哦，以生灭心，哦，那个妄心啊已经起妄见，哦，所以我们的妄心生灭的心啊起来的，哦，那个见觉啊都是生灭的见觉，也都不真，如缘觉经呢，哦，记载未出轮回而变缘觉，彼缘觉性啊即同流转，哦，如云时夜运周行啊暗影，哦，这个比喻啊，哦，这个云啊在跑，可是我们看天上的时候啊好像月亮在走，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云啊跑得很快，可是我们看不是云在跑，是月亮在跑，对不对？然后我们坐在船上啊，哈，船在走啊，好像呢那个岸，哦，两岸啊，哎，一直在移动，对不对？我们站的地方没有动，动的地方是哈，哦，那个岸，哦，两岸，了解意思吗？嘿，所以我们认为的真啊，就不真啦，啊，就已经在妄上面了，知道意思哈，哦？所以未出轮回啊，我们还在，哦，生灭之中，然后来变缘觉，哦，就是我们啊圆满的佛性，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呢，哦，缘觉性就一，哦，就跟呢生灭的，哦，哎，那个啊，哦，一样的生灭的妄心一样的。那么灰生灰住灰心灰华辗转的发生生力啊，发明虚拟成业，同业相感，因有感业啊，相灭相生，由是啊，故有众生颠倒。哦，这边呢才把那个众生颠倒的结论呐，啊，哦，这个讲出来。哦，所以啊，这一段呢，就是哦，让我们了解从无明，然后有生相。哦，有业事啊，然后有住相，然后我们有能见之见啊，就是有心相，哦，啊相呢有所见了以后啊，就是法相，哦，所以啊一直啊在辗转发生，那么一一啊非真，全部呢都不是真，哦，故曰呢非生非住非心非法，哦，皆是呢虚妄，全部呢都不真。那么妄上，哦，又加妄，哦，故曰呢辗转啊发生，都是妄，啊，就在加妄，哦，
所以啊，我们了解啊，哦，这个前面讲啊，哦，无明，哦，一念无明呢，生三系。那么下则哈，下面讲啊，就是境界为缘啊，长六出。哦，我们之前都讲得很，哦，这个时常对不对？都一念无明生三系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啊。哦，听到各位都会背了。哦，那么有法相呢，引起哦，这个就是自己境界为缘长六出的。哦，那个六个，第一个自相，第二个相续相，第三个执取相，第四个记名字相，第五个取悦相，第六个业续苦相。哦，就是境界为缘啊，长六出，哦，六个，这个里面的内容。哦，所以我们了解啊，哦，由一念无明生三系以后啊，才有境界为缘啊，长六出。没有一念无明啊，就没有世界；没有世界啊，就没有众生；没有众生，就没有业果。哦，所以我们了解都是啊，辗转一直啊，延续下来。啊，妄哦，起头了，底下不会真，全部呢都是妄。哦，都不真。那么生力啊，哦，花明，哦，这个经文本文啊，生力花明，哦，辗转花生之力，哦，渐渐啊能够显著。那么花明啊，哦，生力花明，那个花明哦，就是显著，哦，已经明显看得清楚了，哦，显哦显着的那个义理，则知惑啊。哦，所有的迷惑已经啊，都已经具备了。哦，熏与成业，哦，熏习，我们一直熏呐、啊，猛熏，哦，然后叫成业。知惑呢，哦，熏习呀、啊，能成哦，知业就变成了、啊、哦，所有的业，哦，即六出啊，哦，第五个就是取业相。那么同业啊，哦，相感。哦，即是业系啊，苦相第六个哦，业啊把我们绑住了，我们要受苦了。那么因彼业同啊，乱哦，乃感任生之惑哦，任生的迷惑，故有呢哦，众生啊颠倒之相。哎，这个就是佛呢解说啊，我们众生颠倒。那么阿难，云何名为啊世界颠倒？哦，什么叫做呢？这个世界啊颠倒，哦，失有所有，哦，昏断啊妄生，由此借力啊，哦，非因所因，无助啊所助，牵流不住，因此啊事成，三世啊四方和合相摄，变化众生呢成十二类，哦。所以世界颠倒呢，也是从真的起妄，和众生颠倒啊，同其因，同样的原因。那么此省略啊，哦一段，哦经文啊省略一段，就是由性明心呐、啊，性明缘故啊，哦因明发性，性妄啊渐生，哦从毕竟无啊成究竟有。哦，所以这个因为前面已经有了这一段呢，哦，在世界颠倒啊这一段就没有再讲，可是呢它的哦成分里面啊，哎，就是有这个意思，所以呢又把它呢加上去。那么下接呢是有所有，哦是有所有，是有指能有之无明，哦跟上面那个众生颠倒一样。所有呢，指众生呢，我们有六根身体哦，根身由无明的妄力呀、啊，哦染成结根，我们把凡尘染过来哦，然后结成根，所以昏断哦，之运啊运生哦生烟哦昏断，我们呢众生呢、啊、生下来到死亡一段。哦，所以这个五蕴呐、啊，这个身呐、啊，已经生了。哦，因此虚妄，因为这个不真。哦，前后左右啊，这具象成立。
那么就其所以啊，希望相成，研究呢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望希望，然后才形成。那么非因所因啊，无住所住，无明呢本空，非因无明本空，非是真因啊，所以非因不是真正的原因。而为世界啊所因，非因所因。那么世界啊亦空，本来呢无住，而有呢所住之相，本来没有，可是我们一落入啊有三河大地以后啊，就有所住之相。那么皆由众生呢妄执啊四大为生，从始至终啊念念生灭，所以啊过去未来现在啊牵留不住，因此希望啊而三世啊成疑，有过去世，有现在世，有未来世。那么三世四方和和相摄，以三世啊摄入四方，四方呢里面啊各有三世，以四方摄入三世，三世呢各有四方，三世四三都是十二，方四啊和合，三方这个啦，十方跟三世和合，及前面啊有讲身中呢冒铅，冒意啊铅流，这个世界啊世跟界啊相摄，不思欲啊心，已经呢一直熏习，不思欲变，然后啊熏习以后啊就转变，故变化众生呢意应啊其数成十二类，是知十二类生呢皆由一念无明妄心之所熏变，所以就佛呢讲得非常的详细。是故世界啊因动有生，因生啊有色，因色啊有香，因香呢有触，因触啊有味，因味啊之华，六乱的妄想就是我们的六根啊，所以就了解说六根啊面对六尘，六乱的妄想成业性，就成我们的业性故，十二七分呢由此轮转，是故世间啊色香味触啊穷十二变啊为一贤夫，十二变呢是一个贤夫。那么此正是啊心变之相，它熏习跟变化的那个过程，是由无明妄力啊之故，则有世界啊妄生，无明妄力呢才有世界，没有无明妄力就没有世界啦，所以我们了解世界也是假的，不真。那么推缘其故啊，为什么？因无明的风动，我们一念妄动啊，那个能动啊就是风，无明的风动，动呢则有声，动呢就有声音了。那么故曰呢，因动有声，那么由此动念啊习去啊心变，故有狂法，一战精明啊无因乱起，狂华就是啊花，空中的花，经典里面呢花都用华来表示。那么战精明呢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无因啊没有原因然后乱起，无而忽有，他们本来没有忽然有了，所以就讲因生啊有色，那么因此啊色境来缓熏啊我们的妄心，故曰呢因色啊有香，以香呢有能熏之意，那么因此缓熏气氛令心啊触境跟境啊接触，故曰呢因香有触触啊即对
对，相对，因此心境啊相处而生呢爱着，所以就讲因处啊有味，那么以味啊即爱着之意，那么因此绵爱啊味着，我们就是啊对这个啊就很喜欢，染为啊法尘，把那染抱过来，故曰呢因味啊之法。那么观这个知字啊，就始于意根，那么以佛呢，跟呢前面一样，都呢相同意思，必有呢闻声见色啊，等意，这一些呢都包含在里面。那么此种一念的妄想啊，显现六尘。我们一念妄想，所以知道啊，这个一念妄动啊，内容就非常宽广，能显现啊六尘。那么尘必对根，六尘啊要对着我们六根，根尘相对啊，我们的六识啊就产生在其中。那么六乱啊妄想熏尘啊越现，就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这个都是妄想，念头都有了，然后熏尘呢，业性，业性啊，就是呢十二颠倒，以为这个十二劣身受生之因啊，十二劣啊受生的原因。那么业因既然已经形成，业果啊，必定随后就来，故感呢十二七分受生之果。那么所谓的熏已成业，就已经形成业，那么业啊必感果，一定的有果。那么由此轮回啊之趣，这个之趣啊就是啊六道，生死啊不休，是故世间六尘穷十二变为一贤夫，贤夫啊就是轮回的义理，义啊十二类生。那么类类呢具啊十二颠倒，那么一呢最重则先感报，最重呢果报先呈现，如情重呢先感啊胎生果报，想很重呢先感啊卵生果报，如是呢一一啊都颠倒，一业种先后啊成熟先获感报，看哪一个先成哪一个先报应。穷十二变为 一次的贤夫，再起、啊、第二贤夫，然必呢约六尘变化者，以六尘为造业之缘，业性呢为轮回之因，所以因缘一汇合啊，希望有生，轮回不息，故类生啊所以常有，所以我们了解说十二类生呢，时时刻刻呢都有。那么成此轮回颠倒相故呢，是有世界卵生、胎生、四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若非有色，若非无色，若非有想，若非无想。那么这一段呢，显染缘，其而片成轮回，染我们凡尘的那个尘过，就呢，已经这个普遍了，这个成轮回。如能够呢，缓迷啊归悟，则可成呢，净缘，其而上立圣位。就是啊能够啊经历五十五位到达佛的果地。那么成此轮回乃有世界颠倒亦成呢十二类之故，此不独呢惑现，并有啊业招，一方面迷惑我们才呢会啊造业，业啊已经造了就感果报，若无十二颠倒啊则惑不起啊业不作，迷惑呢不起的话我们不造业，不造业呢就不轮回，所以十二轮转啊何自而来，怎么来的，是有世界，有世界及十二类啊有情的世界，
那么底下呢就会啊把它的名称呢哦这个列下来，每以四声啊为一句，哦三四十二，哦超不出呢情想合理，哦它呢更相变异，哦变更形象啊，哦情想合理，软音响声，哦这个响性啊轻举故啊都能挥。那么胎呢因情有哦情这个性啊沉重故啊不离地。那么思呢以何感哦乃以业力啊何思成形，化呢以离应哦但以业力啊哦偷这个离意啊哦偷锐哦此四声呢必哦聚言多少而为次第。卵生呢哦记得四言，父言母言自己的业言，哦以父母和在家呢卵言而得受生。那么胎生呢聚两个言，哦以上面一样哦不必卵言。那么书生呢有两个言，哦月言跟卵言，化生呢哦只要月言。那么下有色无色，有祥无祥为一句，哦有色呢是修就精明，无色呢是空散消沉，有祥呢是鬼神精灵，无祥呢是土木金石。那么非有色非无色，非有祥非无祥为一句，哦非有色啊就是水母，非无色啊就是诅咒怨声，非有祥呢叫普鲁，非无祥呢哦就是土消。那么此呢总标哦下呢祥其下，哦把那个总所有一切啊都标示，那底下呢会有详细的说明。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呢凡尘很少人研究了，那佛详细呢把它说出来，哦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哦情想合理呀、啊、哦情就是胎生，祥呢就是卵生，和啊哦就是思生，离啊就是化生，所以都是这四个情想合理呀、啊、一直在变化，哦所以这个很详细说。那么底下阿难，由因为世界啊哦虚妄轮回动颠倒故啊，和合气成八万四千呢哦灰尘啊乱想，哦如是故有哦卵结罗兰流转国土，哦鱼鸟龟蛇哦其类啊充塞，哦这个是卵生一类，哦由因为世界的颠倒希望呢有生，那么哦卵为啊祥生，哦虚妄啊即是祥。由虚妄想辗转不息呀、啊，故成轮回。哦，这个成轮回性。那么动颠倒啊，哦，随以惑迷惑，以想性啊，哦，侵及啊为动，以不动真心呐、啊，哦，相违背，是名呢颠倒之惑迷惑。哦，有惑啊，必定啊，哦，起业和合呢，哦，气成。哦、八万四千、啊、就是那个数量、哦、灰尘乱响卵以、啊、气交、哦、如、哦、雄鸣上风、啊哦、除鸣下风，故名和合气、啊哦、就是业。那么八万四千、哦、尘劳的一名、哦、就是数、哦、那个数目。那么气有刚柔，哦，刚则啊成灰阳之乱想，柔则呢哦成尘滞啊之乱想，如是故有哦卵结罗兰，结罗兰哦那个是啊就是胎名哦，在呢还没有生出来之前的名称，流转国土。那么此一哦一叶啊受报，哦一叶受报的形象。如是呢指、哦、上惑业、啊哦、为因，故有、哦、因为呢惑因然后才有这一些现象、哦、有因呢有果、哦、结罗兰、哦、我们中文叫做泥华、哦、在胎的初位、哦、即所感之果、
哦，已经呈现，辗转哦流传啊，遍知国土哦，鱼鸟龟蛇哦，吃自本类之名哦，去刚飞扬者为鸟，气柔沉滞者为鱼哦，其类啊冲塞八万四千。那么由因世界啊杂染轮哈轮回欲呀、啊、颠倒故和合哦支成八万四千横竖乱想如是故有胎哦劫蒲檀流转国土人畜龙仙呐、啊、其类冲塞哦这个就是胎生一类由因世界啊颠倒希望呢有生。那么胎呢因情有哦杂染、啊、就是情哦有情啦、啊、所以有情哦的必有胎哦受怀孕啦、啊、哦胎杂染爱情啊辗转不息哦故成啊哦轮回性。那么欲啊颠倒哦就是迷惑以色啊哦贪恋哦贪恋啊这个色哦，爱呢为欲哦，那个欲望以清净心呐、啊、相违背哦，和合之成哦，胎以精焦哦，故名和合之成哦，知己呀、啊、哦，精焦之论哦，即业哦，就是业横竖呢乱想，那么情呢有哦偏啊有正哦，竖则为正啊。成人仙啊，这乱想横则为偏哦，成呢龙序之乱想哦，二蒲檀呢哦，我们中文叫袍哦，这个在胎里面的哦第二期哦，就是啊第二个礼拜二期。那么由因世界啊，迟早轮回去呀、啊，颠倒故和合卵成。八万四千翻覆呢乱想如是故有思相必思流转国土寒存、哦、蠕动其类冲塞、哦、就是思生一类、哦、思以何感执着、啊、就是何、哦、执情、啊、贪着去、啊、就是屈护、啊哦、屈视呢护力、哦、以暂及真心、啊哦，湛然极昧的真心呐、啊，哦，相违背。那么思以呀、啊，哦，稳相趋护，借阳气而生，哦，故名啊，和合卵成，哦，即业就是业。那么七世之辈啊，唯利是图，哦，欢护啊无定，哦，故曰啊，欢护乱想，哦，思相啊，哦，必思。哦、我们中文叫做卵落、欸、就是私生的初相既不入胎呢、哦、所以没有前面两位那个胎的名称那么由因世界、啊、变异轮回、哦、假颠倒故和合促成呢八万四千心故、啊、乱想如是故有化相劫难流转国土转锐啊，飞行其类啊，冲塞哦，这个是化生一类哦，化呢以离应哦，变化了，然后啊离应哦，变异啊即离哦，故曰啊哦，异心改变了、啊、心的假就是假托因依呀、啊、哦，触类而变哦，朝秦暮楚啊哦，爱辞忘彼哦，就是啊。哎、这个喜新厌旧、哦、所以叫做和合促成随情呢任意啊厌、哦、故喜新是为心故乱想、哦、化相劫难、哦、我们中文叫做厌落、哦、以锐啊即成子啊故无卵相、哦、至此以下呢皆是劫难以是呢之列啊通称、哦、劫难哦，转锐啊，飞行，即呢，哦，托故啊，成心，哦，吃本类啊之名，哦，如蚕，哦，那个蚕宝宝化为蛾，哦，托行啊为灰，哦，它本来呢用走的，后来用灰的，
然后雀呢，化为蛤蟆，在天上飞啊，变成在水里面，脱灰啊为钱，皆时已啊转变，所以我们了解佛都详细的说。那么由因世界啊流爱轮回障颠倒故啊，和合凿成，八万世间精要乱想，如是故有色相劫难流转国土修旧呢精明，其类啊充塞，这个有色一类，色乃色指啊有形有相，性啊非啊通明，是为流爱，以其呢障碍啊难通，坚持啊求明，以妙明真性啊相违背，精要啊乱想，此依惑起业，或服日夜之精华，或是呢星辰啊为父母，以求呢感格而获呢光明，所以叫做和合凿成，凿啊即显著啊，就是明显的看得到，想脱鼻之光华，成极啊之精要，是为啊精要乱想，修就精明，这个吃本类之名，或为日夜之精华，或作呢星辰啊之名药，这个修旧啊，修就是吉，旧呢就是凶，吉凶，在啊物呢，这个萤火，那个萤火啊，就是算呢修旧精明，那个棒珠啊，那个蛤蟆来的一粒珠啊，由因世界啊消散轮回，或颠倒故，和合暗成八万四千。因乱因云乱想，如是故有无色劫难流转国土空散消沉啊，其类充塞，这个是无色一类。无色呢，乃灭色啊，归空是为啊消散，已经没有色了，归空啊消散。以色身呢障碍啊为患犹豫啊消碍啊。消除障碍进入啊空，以性色呢真空啊相违背，它的空呢是完空，我们佛性的空啊是真空，所以啊已经相违背。那么和合暗沉啊，暗即毁灭，就是暗，心嘛拢真黑暗，暗灭心灵，幽潜神识啊，被海浪弄，海浪唔知影诶，私欲啊灭色，要把形象呢都灭掉，暗昧啊阴云，那个心呐、啊，隐藏，空散呢消沉，对啊，这个四空啊天来说啊，空散消沉，空呢指空处，灭色呢归空，散呢指四处，四无边呐、啊，这个片缘散乱，消呢指啊无所有，这个啊是以消，消持呢七转世啊，这个尘指呢飞翔飞飞翔处，尘人空海啊已经在空海，必至呢这个身若多，空神啊，咸风拔鬼，皆呢无色色。那个没有形象来摄受它，渠类啊充塞，那个种类啊八万四千。那么由因世界啊往向轮回迎颠倒故，和合亦成八万四千，犬劫乱想，如是故有想象绝难流转国土神鬼精灵渠类充塞。这个有祥一类，会呢但有祥，无实色，这个妄相啊没有那个形象，若有若无恍惚啊不实，妙足啊影像，学妄啊失真，以法身实相啊相违背。那么和合意成，欲啊即爱念意想，然后啊脱因，
如此世间呢，字幕啊灵通，浅神啊圣机，吉祥状貌是为啊全觉乱想，神鬼啊精灵神鬼如一堵城隍魑魅魍魉精灵如山海风间啊寺庙土地等这个呢都是十余啊这个有祥一类。那么由因世界啊愚钝啊轮回痴颠倒故，和合完成八万四千孤搞乱想，如是故有无想觉难流转国土，精神化为土木金石啊曲列冲塞这个无想一类，十二类身里面的无想未单有色而无思想有形象没有思想以昧暗钝啊毁弃聪明拼除啊知识，辗转不息啊痴迷无智，没有智慧，谬计啊无情有命金石啊煎熬，以妙明真心啊相违背是颠倒之惑迷惑明顽啊无知，以无想为真修，将呢与顽为自道。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啊明顽无知啊那个以无想为真修，这个都是认知啊错误所以这个修啊修不会成道的将愚顽啊认为是自道，那个不对以无知觉处啊妄生和合，故名啊完成举业啊就是已经造业念落呢死灰心同槁木这样不可以，是为呢孤槁乱想但有顽爱之色，而无思想之念，故有精化土木啊神为金石就是啊已经呢变成土木金石。那么当知此等呢痴心啊理解，但以顽念呢化作啊顽物如木啊孤槁，根性啊尚在，顽念呢力消啊亦难呢依然就会流转六道由因世界啊相待轮回为啊颠倒故，和合染尘八万四千因依乱想，如是故有非有色相成色劫难流转国土，知水母等以虾为目啊其列冲塞非有色一类啊为本非有色，借物啊以成色，借别人的来给自己用互相假戴辗转不休，以虚伪为心，假托呢形式以真如实相啊实际啊相违背，是颠倒之惑，迷灭天真啊假借胡伪，任运啊当然依附成形故名啊和合染尘，如世间呢迂权借势啊趋吉从他自己委屈啊还顺从别人，是为啊因依乱想。那么本来非色相，假借呢外物啊成吉之色，借外物啊变成自己的形象，不能自用啊待物啊等待那个东西才有用知水母等啊以水墨成身，体如啊那个钙粉好像捣混啊豆粉，状类啊那个阴乳以虾呢为目用那个虾黑啊做自己的目睭，待它有用啊不能自全不能自己指挥，水母因虾而得形啊水母有虾才可以行走，那么虾因水母而有托，有寄托呢地户啊
啊，这个因依啊，互相依赖。那么由因世界啊，哦，相因轮回，性啊颠倒故，合合作成八万四千，招呼乱想，由是故有灰色哦，灰无色相，无色劫难，流转国土，作足厌身啊，取列冲塞。哦，这一段呢，就是灰哦，无色一类。哦，为呢本非有色，因呼哦因声呼召呢引发神事，哦则非呢无色相，引之不已，故有轮回。哦，因随浮咒哦调遣，以不动呢真如啊相违背。哦，所以那个有浮咒哦，我们现在呢。啊，这个年轻人比较少学啦，哦，那老一辈有的啦都会，哦，那个符咒，啊，听符咒、会画符咒呢，就会调遣啊这一类的人，哦，啊，所以这个呢不正确，都由邪咒呼召啊而显灵异，故名呢合合作成，哦，就是业，哦，比如人我们人间呢不明哦正理呀、啊，互相诱引。乃随乎呢？哦，招听呐、啊，啊，令从命，哦，听令呢从命，是为呼召乱想，故有随哦坐直而灵异呀、啊，称仙称道，哦，随厌倒而作祟，哦，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哦倒啊，那个不正确的为妖作怪啊，哦，听人区域呀、啊，哦，抱怨。啊，暴疾呀、啊，谈凶，哦，如这个鸡童，哦，张牛鬼，哦，那一些，那么由哦因世界啊，何妄轮回，往颠倒故啊，合合一成八万四千，回复啊乱想，如是故有非有想象，成想绝难，流转国土，彼哦普如等。一直啊相成渠类啊冲塞，这个非有想哦一类啊哦为呢非同卵生想中呢传命者，那么意者呢将他呢哦将别人做自己哦其意啊为同，故名合合一成，如世间呢哦背啊背亲啊哦相意谬许啊他中哦那。啊，彼呀、啊，从我哦相成呢，即此本无哦，本无有子，乃称有子；本无是父啊，见任啊为父哦，同意啊难分，彼此啊哦回复哦，都呢互相呢暗中承认，是为回复乱想哦，铺如啊哦一名哦裸雷哦细腰风啊。哦，诗经啊有记载，哦，明林啊有子啊，哦，裸雷父之，明林有哦，明林的青山虫，哦，裸雷孕女啊作皇，父三重的纳其中。那么作字呢啊就讲累哦累我累我，七天呢化为其子，哦，三重呢本非有想。哦，欲成呢？哦，裸雷之相，因其作故啊，遂成其想，是为一子啊相成。那么此皆呢，号为哦无妄哦，又取他人财物，那为啊己有之报。哦，那么由世界哦，因世界啊怨害人回哦，杀颠倒故啊，和合怪成八万四千。哦，时父母降，如是故有哦，非无相，非无想象，无想绝难流转国土，有土消等互快为耳，即啊破镜鸟以独四国报为其子，祖成父母皆遭其死，其列冲塞啊！哦，这个呢是无想哦，非无想一类，那么言为啊。怀怨啊，报恨，屠害而来，哦，绝怨啊，哦，末世，他的怨啊，不会呢，就是消失掉，一直啊，怀恨在心，
哦，故有轮回，杀心啊不止，哦，杀业啊既深，哦，反托呢，哦，这个至亲，哦，这个父子而行呢，哦，自愿啊之杀害，以慈悲忍辱之理呀、啊、相违背，哦，是颠倒之祸，哦，使父母降，哦，父母至亲啊竟敢吞食。哦、逆天背理灭乱的人常，故名啊和合怪臣、哦、必由前世呢受人至恩至爱，反而呢负恩仇害，怨对啊相执、哦、这个呢报持啊仇恨，故由呢此生、哦、四名众生啊十二种类、哦、所以这个佛啊把这个十二种类啊、哦、详细的解说了。那我们凡尘呢，很少人哈、哦、来讲这一些内容，哎啊，所以我们在研究啊《楞严经》里面呢、啊，又把这个哈、哦、来源及它为什么会有哦那个啊种类生在凡尘的现象，而那如是众生呢，一一的类中啊，一个哦各个具啊十二个颠倒，犹如内幕啊乱华发生。哦、好像我们把眼睛、哦哦、一捏一压了、哦、就、啊、乱滑发生了、啊、空中就很多花、哦、一直呈现。那么无明、哦、熏、啊、真如而成染用、哦、真如呢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哦啊、无明一直熏、啊、我们佛性本体就成染、哦、感染呢凡尘尘垢哦啊、所以就变成了染用。那么一一的类啊、哦、之中各呢一个具啊十二个颠倒、哦、此即啊互具、哦、以类生之众生啊、哦、心中呢这个妄种啊皆具、哦、一则啊现其啊名四照，一则敏福啊微理具、哦、现其啊已经呢果报呈现，那个叫四照。那么剩下来的哈、哦，敏福在哦这个佛性里面呢，那个叫理具啊，哦那个理里面具备，犹如呢哦内幕乱华发生。那么此举哦比喻呀、啊、哦显妄，以真心呢比喻呀、啊、我们的眼睛哦一念妄动啊哦比喻内幕哦眼睛把它捏了。这个现象啊、哦、就变成重叠了、哦、就不真了、哦、乱法发生呢、哦、比喻十二类生各呢、哦、互具啊颠倒，然清净目啊就观呢清明空，本来、哦、空中就、哦、没有花，因内目啊才有、哦、放手了就全部真。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十二颠倒，只要我们、哦、认识、啊、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么这个十二类身、啊、我们都可以、哦哎、去掉去除了，就没有、哦、这一些呢空中的花呈现。颠倒、哦、妙缘、啊、真净明心、哦、寂止如斯、啊哦、虚妄乱想。哦，这个我们了解说，哦，颠倒呢，这个指啊，我们比喻之中，哦，虚妄的啊，那个十二种啊，那个类生的显现，但有哦一心呐、啊、本具，哦，故啊即啊寂止众妄，哦妙呢指不变之体，言哦就指啊随缘之用，哦颠倒妙言，哦不变之体啊随缘之用。虽呢随缘而不变、哦、真净、哦、虽不变而随缘真明、哦、真净、啊、明心、啊哦、真净、啊、真明，本来妙缘、哦、真心、哦、和比喻之中的那个目，那么颠倒呢即是一念妄动，所以我们这个一念妄动啊，起心动念、哦、那个业啊、哦、一造了哇，后面啊一大堆都受苦、哦、等着我们、哦、所以一定呢要万念放下呢，一念不生、哦、那么何比喻啊、哦、这中的内，那么寂止啊如是、哦、虚妄乱想、
哦，就是有这么多的那个哦果报呈现，由一念妄动，本无实体，虽哦无体本空，而迷位啊现有哦，我们迷灭的众生啊显现啊哦，确实都有这一些现象哦，虽然相是假的，可是都会显现哦。故曰呢，具足如实，具足这样的哦，哎，全部内容。哦，虚妄的乱想和呢比喻之中啊乱法哦发生，是则啊无边的生死，毕竟啊妄想啊圆空，而净明真心呢哦体本啊自若，则反妄啊归真，转凡呢成圣啊哦复何难哉？就是啊不会很困难。哦，只要我们了解真理了，这一些呢我们都可以脱离啦。所以我们哦讲这个十二类身啊都不喜欢落入啦。哦，各位喜欢落入哪一身？这个十二类身哪一身我们喜欢？都不喜欢。哦，正确啦，因为全部都是妄。哦，由妄产生的。哦，所以只要我们呢哦，那个啊，净明真心，哦，那个妙明真心，整个都呈现认识，哦，日常呢，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已经回到真，所有十二类身都远离我们而去了，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那么汝今修证啊，佛三摩地，哦，一是本因啊，哦，眼所乱想，力啊三见次啊。方得除灭，哦，跟呢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哦，你现在修证啊佛的三摩地，哦，就是正定，哦，修呢佛的正定，哦，一是本因，哦，在我们哦这个原本哦这个地方所在啊，哦，眼所乱想，哦，就是啊，哦，时时刻刻都有胡思乱想。哦，言就是本来所有哦，真有能起呀、啊，这个乱想有所起的乱想哦，要立三个见次啊，才可以哦，把这一些呀、啊、哦胡思乱想都除灭哦，除掉。如今呢，要得哦真修实证哦五十五位啊真智妙觉究竟成佛，所得之妙三摩地者。哦，意啊是不难之事，哦，不是很困难。哦，一是本因则，哦，只最初一念妄动，哦，为本来知妄之因呐、啊。所以我们一念妄动，哦，就是知妄的源头，哦。那么以本来所起之颠倒乱想，哦，建立啊三种见次啊，哦，方得妄想消灭。哦，如净去中呢，除去啊毒命。哦，我们拿一个容器呀、啊，哦，来啊，这个啊，除掉呢，哦，那个毒命。以诸汤水啊，哦，并杂灰香洗涤其气呀、啊，哦，后至甘露。哦，这个净气耶，哦，就是本源，哦，本来就很严净之气，很清净的。哦，比喻啊，我们根中所具的不生不灭啊，如来常性哦，清净本然，前提啊大用。那么除去毒蜜哦，把那个毒蜜啊，在净气之中的毒蜜啊，全部都除掉哦，比喻啊哦，这个除掉那个自因，然后呢，夸呢正性哦，把那的正性啊，融合出来，那么为现业。我们现在所造的业啊，都不要再造违了，哦，违背了，哦，现在业不造，哦，那汤水呢，哦，就是比圆通的中定，哦，已经呢在圆通之中啊，哎，就有定力了，可以啊，哦，这个啊，透过呢所有的哦那一些哦不好的全部都清除了，哦，灰香呢，哦，比喻啊圆通中会。哦，有定啊，有慧，然后呢，方可治啊，甘露治呢啊，就是纯哦，纯呢这个甘露，放呢甘露
哦，静气呀、啊，虽胜独密，其体本来不变。哦，故除哦，除掉毒啊，洗涤哦，看住啊，甘露哦，把那个毒洗掉了，那个容器呀、啊，哎，可以哦，胜甘露哦，比喻啊，佛国清净的心中啊，哦，堪成啊最上的法位哦，最啊上一层的哦，这个啊，哦，如来法位。那么云何哦，名为三种见次哦，怎么样呢？哦，是三种见次。一则、哦、修习、啊、除其自因，二则真修呢枯其正性，三则增进、啊、为其现业、哦、所以就立这个三种为呢第一、啊哦、欲修习耳根圆通，必要呢、哦、先除、啊、助因。那么助因则、啊哦、就是五心乃助恶之因、啊哦、这个五心哦、五种心菜、啊、会帮助我们为恶、哦、那么第二呢，欲决定真修者、哦、必先要、啊、枯正性、哦、这个淫杀、哦、盗妄、啊、是性业之罪、哦、那么当要呢枯而空之、啊、该、哦、都去个空都没去了、哦。那么第三呢，欲增进啊圣位者，必要先为现业。哦，现在日常生活之中造的业啊，是我们六道轮回很久哦累积下来的习性。哦，要呢违背现在的这一些哦习性，以根呢哦奔尘啊为哦现在祸业。哦，我们六根奔往六尘。就让我们迷惑，然后造了很多业，又感呢将来啊生死的苦报、哦、所以我们要、哦、为而离之啊，哎为远、哦、前二见次啊乃始以助行、哦、后一呢定慧啊、哦、乃为正修，所以呢从凡至圣呢，从因至果，莫不啊皆依啊正助啊熏修，则三件次啊为能增进，五十五位啊为所增进、哦、善能成就呢、哦、真菩提路。那么允和、哦、助因阿难，如是世界啊十二类身不能自全啊、哦、依四时制、哦、所谓断时、处时、施时、事时，是故佛说啊一切众生啊皆依哦实住，我们的众生呢哦不能啊自己呀、啊、保全自己的性命，一定要吃啦哦，所以呢衣食啊才有办法哦住在这个凡尘哦，所以众生不能啊自遣贤命，要依呢哦四时四种呢哦那个吃，方得啊哦住在凡尘。那么法身呢则不虚实也、哦、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不用吃、哦、那么这里面的断食啊、哎、就是昏断而食，早餐午餐晚餐昏断，我们有没有昏断而食、哎、这个叫断食、哦、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断食、哦、那么鬼神啊畜食哦、所以我们去拜、哦、去那庙寺拜、啊、拜、哦、那鬼神特别来吃、哦、他用、哦、触食。那么色界啊禅天、哦、已经进入啊、哎、这个超越、哦、欲界进入色界、哦、那个、哦、修道的、哦、他修到功夫好了以后啊，那个叫施食行为的罢了、哦、所以各位前前八道那要用行为的罢好、哦、八道那真了你越想越要、哎啊、你想说、哦、八道都罢吃罢、哦、已经进入色界了不在欲界、哦、我们在欲界八道要去色界的八道罢施食就可以。那么无色界、啊哦、以事、啊、为食哦、所以那个事实、哦、
无色界没有形象了，哎啊，所以有啊，我拢食饱，认识自己都吃饱就饱了，这个还更高了吼，更高超。阿难，一切众生呢，食甘故生啦，吼，咱众生食迄个吼有补的拢生啦，啊那食多拢会死啊，吼，所以吼那个安慰他命啊，不要吃啊，吃了以后吼都要保留住啊。哦，现在好多学生啊，哦，高中生、大学生啊，哦，他吃到膀胱拢已经真薄啊，低50cc 都低不掉，哦，爱保留住啊生活，所以啊，不要碰毒品呐，哦，不要说那个哦，吃得很舒服哦，那个后遗症很大哦，哦，有时候啊。那个士兵在战场哈、哦，那个前线呐、啊，一被炮弹所打哦，那个要用呢哦麻啡啊，那个是不得已的救命的哦，那个哦过了以后啊，哎就要去掉哦，所以啊，食甘固身呢，食毒啊固食哦，吃毒就会死啊，是不是众生呢求三摩地啊。哦，当断世间呐、啊，五种心菜。哦，这五种呢，哦，佛就明确讲，哦，是天地不正的气呀、啊，哦，所生花，是五种心呢，熟食花饮。哦，你个猪肉食来吃哦，就花饮啦、啊。啊，生蛋呢，增慧，你那天天吃哦，你也安尼受气，甲你帮助你的胃行啊。知道吗？哎，这五种啊，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是五种菜哦，哎，就是它有副作用，哎，那我们哦，这个吃素食的袂使吃。如是世界啊，哦，食心之人，哦，这些吃这五种的人，众能先说啊，十而不精。你能够讲佛哦，讲的精啊，十方天仙呢，贤奇呀，错会。哦，皆远离，拢吼离开啊啦，唔敢哦来跟你做伙。那么知恶鬼等啊，因彼十次啊，视其成稳。哦，你食这迄鬼拢来伫你的哦，嘴唇伫你家里挤啦。哦，迄鬼拢伫你家里挤。那么常以鬼助啊，福德入消。哦，常无利益。哦，你的福德伫你消去啊。哦。所以世间的食物啊，凡有益于身心者，皆名为甘。哦，那么会哦局限呢在甜味的啦，只要是养生的哈、哦，哎那个都属于哦甘。那么凡有害于身心呢，哦总名为毒。那么食甘固身呢，食毒啊固食。哦，证明饮食啊不可不慎，哦饮食要谨慎。那么无心呢？哦，虽非有毒，但是呢，天地呀、啊，邪气所生，熟食呢，花云哦，生吃啊，增慧哦。你那生食，你那咧受气的时阵，迄、那个威严哦，大家看，大家惊啦。所以增加你的那一种哦，哦，生气的威武。那么如是世界啊，实心之人，众能先说十二不精。十方天仙呢，哦，虽乐闻华，因贤奇呀、啊，错会不肯呢亲近，贤觉远离。那么知恶鬼等啊，因彼实心，民中呢士气呀沉稳。哦，就是你无看，一直吹起地里家里的钱呀。哦，常与鬼啊同住，福德呢日哦一日一日啊消失，恶鬼哈、哦。因为很近、啊、在你的身边、哦、所以你长无利益、啊哦、都没有利益。剩下十几分钟要给各位提问，各位有问题吗？好，请说。
言哦，为啊，就是有所作为的为。言因缘的言。哎，境界为言。啊，另外一个什么？思居而容先的思居怎么写啊？好、哦，思哦，就是户口名簿哈、哦，少上面那一点。哦。户啊。啊，居住的居啊。好、哦，居嘿，居。那个月末人生的月末怎么写？烟哦，生烟。三点水哈、哦，三点水那个烟。阿末嘞。好、哦，末静末点点。墨，谢谢。哎、欸、啊，刚才那个第182页那个想象劫难，好几个劫难，那个劫难代表什么？哦，那个是他们哦梵文的哈、哦，那个胎，那个胎内的名称呐、啊，怀孕呐、啊、哈、哦，那个胎里面呐、啊，一个礼拜里面有一个名称，哦啊，第二个礼拜有一个名称，第三个礼拜啊。有一个名称，啊，那个劫难啊，就是第三个礼拜，哦，以后的名称。在佛学之前哦，有详细的这个写出来哦，他那个哈、哦、7749啊哈、哦，第一个礼拜哈、哦，它是什么状态，什么名称啊？都有写，我们这边也有花嘛，可以向这边要。要啊，那一张哈、哦，那个讲义，我们哈、哦、286天怀孕到孩子生下来哈、哦，286天，然后在这个中间呐、啊，它什么时候形成，什么样状态、啊，哎，那个佛都有讲。他、啊、或许有把它写下来、欸啊、所以我们都可以知道，可是那个你知道那个要做什么？就是啊，怀孕了以后、哦、第一个礼拜、哦、我们这边就有写啊、哦、那个第一个礼拜呢、哦哦、我们各位前人找一找那个第一个礼拜的名称哦，揭罗兰，二普坛是第二个礼拜，就是形成啊，哎，形成哈、哦、那个胎儿状态啊，那个梵文，好、哦。有点是那个浅浅在问说，那个确化为格有这种事吗？啊？就是把它确化为格。憨马。那个黑安呢？蛤蟆。蛤蟆雀，那个雀类会化成那个鸟。哎，对对，鸟哈、哦，啊，然后化成哈、哦、蛤蟆。哎，对，就是它哈、哦、化身呐、啊，变化而生，好像我们那个蚕宝宝啊哈、哦，蚕宝宝不是变灰蛾吗？对不对？哎啊，所以啊，你看毛毛虫变什么？蝴蝶。蝴蝶。哎、啊，毛毛虫是不是地下走？蝴蝶是不是飞的？那个叫做变化化身。啊，我们哦，就是啊，情想合理呀、啊，哦，四生为一计呀、啊，啊，总共有四个，情由胎生了、啊、哈。我们胎因情有了，哦，卵因想成，你想了哈、哦，不用交合就有了，哦，是这样。哎，对这个真正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怎么修都不努力去追求，追求这个哈、哦，哎，跟你很有关系吗？还有没有问题？刘讲师这边有请问说，好，请说，如何从慈心到达身心大悲心？那怎样才是身心大悲心？哦，各位浅浅，我们、哦、就是由慈心，慈心呢、哦、就是要了解到、哦、这个来的、哦、那个第一个，
我们哈、哦、第一个动的时候，哎，那个时候都还执心呐、啊，没有经过心意识的转换，那个就是执心啊，执心就是道场，执心就已经是佛性的整个场所了。所以我们都是因为心意识的变化，然后才把执心消灭啊，没有执心啊，我们佛性就不呈现啊。所以执心我们开始一直认识了，然后也应用了，然后时间久了以后啊，就进入身心，就不会被心意识影响拉走。我们不用勾心斗角，一定呢进入到我们佛性的不生不灭本体状态，那个叫身心。然后一直到大悲心就是菩提心了，就已经你可以不退转，你已经笃定了，已经到菩萨的八地，不退转那个呢就叫大悲心，嘿，就是菩提心。好、哦、不错哦，问这个很好哦。嘿，能够由执心然后进入身心，然后进入大悲心，成就了。还有吗？还有说何谓理天？道理之天，理呀、啊，理知道吗？斗笠呀、啊，笠哦，道理理理天，理的天哦，就是啊，全部啊都是理，没有对待哦，在理哦，所以在理天之中啊，哦，一切啊常乐我净，常住不迁，如如不动哦，然后我哦，那就是了了分明的我哦，快乐没有。苦的相对待的，一直都很快乐，然后非常清净，哦，就是哦，理天，那个一定诶要努力追求，弃掉所有分别心。还有吗？还有，万法何谓万法皆空？空性就是佛性吗？什么空？何谓万法皆空？哦，万法皆空哦。哦、各位浅显，万法华、哦、包罗万象，不管是我们看的我们想的、哦、或是事情来的，所有一切都称为华、哦、我们看的我们想的我们听的我们做的都叫华，那所有的华它都没有本性，它都是空的，万法皆空啊，所以空性就是佛性，连得起来吗？万法皆空，空性就是佛性，就是万法都不实在虚幻，可是啊生出万法的那个、哦、是我们的真心佛性，这样知道吗？还有吗？还有一个毛病脾气很难改，改了又犯，犯了又忏悔，但欲缘又犯，应该怎么办呢？所以哦，没有万年放下。各位浅显，我们的贪哦，它没有体，没有性，那我们为什么会贪？贪会来找我们吗？会不会？贪会来找我们吗？啊，我们是怎么会贪？所以哦，各位先生，我们要了解到哦，这个时语啊，哦，贪也是哦，这个万法之一啦，啊，它也是空啦，没有本哦，没有本性，没有本体。可是啊，哦，它都会来找我们，都依附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产生贪。所以这个、哦、不实在，贪嗔痴啊都不实在，不是真的。哎，可是我们、哦、就被、啊、形象引诱、哦、形象引诱我们身体的形象，然后、啊、去想得到，
然后贪就来了。所以哈、哦，我们了解修道就是要认识真理，从真理的角度啊来看哈、哦、各项的哈、哦、形象，各种的事情，你都从真理的角度进入契入，那你就会了解到说。哦，一切啊，虚幻不实都是假，真的就只有佛性。我们的哦，不生不灭啊，佛性本体就是实相，实相就是佛性本体，剩下都是虚相、假相、幻相，不真。哎啊，这样的话哈、哦，我们要起贪，无从起呀、啊；啊，要毛病脾气呀、啊，也哦，要怎么起？这个毛病脾气无从起，因为毛病脾气它没有体也没有性，它不会自己来找我们，是我们自己沾惹的。那怎么惹呢？六道轮回太久，然后啊，我们太早已形象，那形象之中啊，被人家哦这个占便宜，我们就不高兴，然后脾气毛病就有了来了。啊，都不实在啊，虚幻不实啊，我们不研究啊，累积啊越来越重越大，嘿啊，所以啊哦改改改哦，我们从真理认识以后啊，改就容易了啊，你用克制的来改哦，嗯，大概哦不容易了哦，一克制下来真的不贪嗔痴了，然后啊哦一脾气来了哦啊贪嗔痴又来了。有啦，都有在做的，啊，都拢会过来。不过吼、哦，各位先生，你要了解说，哦，虽然他还会再重现哦，不力道已经不强了啦，一路来的路六啊，哦，越来就越没有力道了，哦，不要这个自我放弃。啊，你若讲啊，卖个气哦，气毛病哦，改脾气，好啊，你脾气毛病永远跌。啊、你只要肯到到尾都没有，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啊，我的脾气毛病都早已倒去了，没了了去了、哦、有一天就会发现，所以要努力。还有吗？还有七分钟，好，请说。师老师，请问一下，在什么情况下会断佛音？什么情况之下断佛音呢、啊？哦，那个这个是大灾问，问的很大的哈、哦、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哈、哦，这个断佛音啊，都是我们自己哈、哦、自己本身啊这个认知的不正确，认知的不正确哈、哦，然后啊又哦广为引导众生，就是引导众生啊走不正确的道路。这样哦，断了众生的慧命，啊，众生的慧命哦，断了，这个还是小事哦。众生的哦，那个九贤七祖啊，那个才是大事。你断了他的慧命，他的九贤七祖整个都沉沦，他们全部要找你算账，哦，所以这个时候啊，哇，那个哦罪过啊，真的是，所以后学都讲。你要下地狱的话，你一个人下去就好，不要带来一大堆人下去。哦，所以观念啊，非常重要。哦，我们一个人错了，只有一个人下地狱。你拉了一大票人错了，一大票人跟着你去，还有他后面的哦那个九贤七祖呢，也跟着你沉沦了。哦，所以你那个罪过啊，哦是够大。虽然说不会断啦、啊哦、是几亿万年以后你还会再、哦、恢复，可是那毕竟太久了啦、哦、真的是一忏体就是已经没有善根啦，善根没有了、哦、所以要小心啦、啊、我们在引导众生的时候、啊、就是要正确、哦、因为、啊、真理是不会变，那假如说会变就不是真理了，那我们一定要哦，信服哦，相信真理哦，服从真理，哎，然后啊，努力的去行持真理，哎，那我们哦自己呀、啊，还走了正，哎，引导所有的人都走了正，这样才可以呀、啊。
所以问这个哈，这个一般大概都不会想到这样来。还有吗？还有四分钟，还有没有要问的啊？这个哈，敢给大家问啊，是很大勇气的。因为你看人这么多，我都不知道你要提出什么问题啊，所以啊，就是因为啊，经过的久，从小就一直啊，一直在这个真理里面啊，一直打滚，所以啊，知道说哦，这个啊，能够得到听到去修持，真的是我们得是啊，真的有那个善的因缘，才能够有这么好的机会啊，让我们脱离这个苦海，回到我们的本位，很不容易啊。那凡尘呢，在讲的时候啊，真的都是一个过程，稍微有一点成就啊，他就要收钱了，那我们了解那个都是一个中间的过程啊。那讲到很究竟的或许就一直说还没有遇到呢，没有遇到说你讲得很究竟，就是能够修到一点点的那个瑕疵啊，都不会有不要做了，听就很难听到了很困难所以我们有机缘遇到最上圣佛法我们佛老师慈悲啊，要我们累劫累世啊，都要有记忆啊。我们一生一世都记不来了嘞，老师还要我们所有的缘会啊，所有的轮回啊，都全部要知道。你看我们一看的里面啊，十二轮回，十二类生啊，那拢要扣，后面还有嘞，还要讲那个你欠人偌济无害，都要变什么来害？还有嘞，很详细哦。不要喜欢说好，现在敢乖骗我这，现在得了我这，不要高兴了，你要受苦啊，还要还，天地之间啊，那个真理都在，一点点都马虎不得，所以后面那个讲啊，你修的话，哎呦，害我善仙嘛有呢，这也有讲害我善仙哦，你要怎么修都有修。变成什么样里面也都记载，所以这个后面啊，有一些我们听一听啊，很努力的导师鼓励大家拿那个已经送过来的那个整理包啊，DVD 就是小的 ，CD 就是大的，已经足侪拢伫遮啦，有一个看，哎呦，那无人要提，导师蛮伤心的。下课。